哟，应嫔呀，如今这怀着身孕，身子也渐重了，就别到处瞎溜达了。这肚子里也不知道怀着的是个什么东西，若是磕着碰着了，可不是空欢喜一场。嘉贵妃得空，还是多管教一下自己的儿子吧，免得让皇上心烦。别以为皇上眼下与准噶尔作战重用你们巴林部，我们玉氏一族依附大清已久。 可比你们巴林部忠心多了。如此忠心，皇上还不待见你个四阿哥，可见不是玉氏的过错，而是你们母子的错失啊。